这吹的，心理学。吹的要不？吹。把吃三。两个不一样。吃吧。米瓦汤什么又来一个刺身？黄瓜汤。哦，可以的。好。谁干什么？好。好的，早先在这边没有呢，什么呢？他可以了，吃到了。哎呦，不能扔下垃圾。好的，吃到了。来来。阿姨，我那个棉花糖是要蓝色的。你做个小肚子还要说什么？小肚子还要说什么？哪一个呢？哪个做什么？两个肚子。还要红耳朵。还要红啊？两个不一样。吃吧。我还不敢吃嘞。把那个你做好，那个小孩子吃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着急，我们就推一罐泥，我们做好再讲啊。来，我点找我点好。我们先一起吃，然后我一起吃。这样的蝴蝶结就不好看了。好看。你干啥呢？是你。我以前做小货车，我以前一家棉花糖一家在哪位置的理解里面弄过来嘛，对吧？做小货车自己做好。我现在因为我们价格跟他们比较大，我看到我试试水。好人的话，他要纸条，每天要纸条一个。一个给我们做美女，等回家洗了自己再上去吃。他是搞做好的，三位吃一点。他话他人，价格你放心不一样了。啊，谁名字都可以的，吃一点。也吃一个，好看美女吗？好吃，真的十多块钱啊。
小猪也可以呢，小猪没。谁一个？猪壳，明天晚上猪壳肉吃的很多。谁肯定喜欢哪一天哪个都刚做的，你放心。麻油啊，这里有一个，麻油上面有。可以啊，等一下了，现在地方不是湿了，兄弟。这个生意最好了。我上你。手工厂，我们要的手工嘛，就手工，孩子，你别万一看到欣赏。多少钱？10块钱，我上你，小帅哥，你两两手吧。把皮撕了。手啊。这个纸条都一个价。这多少钱？10块钱。那我问你了，十块。十块，
扣两个了，好吧？吐一个狗就没了。好吧，快小帅哥不是啊？到家那话腿上那我单一看我就晓得了。金花怎么做的？他这金花鸭做不来，这金花鸭做不来吗？啊？金花鸭做不来吗？新郎子不？新郎子不？啊，这金花鸭做不来，炒不动。这不够甜。还不够甜？还不够甜啊？没学，我来学呢。好了，我让你给这些老狗皮装了吗？可以的，我知道知道。这像蘑菇吗？对啊，可以啊，来。我说新搞的，不像那妈的电话线那搞，对吧？蘑菇不像了。哎，我让他去了，看得见我的你吗？啊？来个新的。哎，娃娃的是吧？不新的，你让我吃啊。哎，小小蘑菇这儿，这样可以的。这个事儿给吃，送给你吃了。